大概三四条大的，大概三四条大的。看看货，货要到最后看呢，货到最后的啊，最后看。今天搞这个东西，妈搞得忙忙碌碌的。今晚帮我点点赞啊、哦！点点赞，点点赞啊、哦！行不？能点点赞不，兄弟们？点点小红心的。在野外吗？是坏掉了吗？感觉这个网上坏了。不是坏。空网都有问题啊，那个不是，那是新网，没有问题。基本上有，就是没货，他那个点就没货，卖个18斤的没有啊，没有，涨了一直在涨啊，就没跌没掉过。哎，不是网的问题啊，他就是没货，他那个点就没货，这个被龙虾夹的。欢迎王总啊！今天还行喽，比昨天好多喽。昨天给我干他妈4.5斤鳝一顿，昨天给我干个4.5斤出来，68天我逮了4.5斤。点点赞，兄弟们，点点赞，点点赞哦！啊，点点赞，点点赞啊、哦！看看今天这逮多少？今天估计逮个8斤、7斤多、8斤多啊！兄弟们，给送这个小心心的啊、哦，给他点点关注啊、哦！啊，送小心心的啊、哦，给他点点关注啊！榜一啊，王先生啊，秦秋英，来点点关注。脚好了，结束了，大拇指。哎呀，你明天再干不？明天再干，像你们干户外要注意一点，真的一定要小心一点啊。给一号们啊，给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啊，你们懂的啊。一号们，王先生亲秋饮啊，那68天网不得空了，基本都空了。68天网4.5斤鳝鱼啊！虽然今天也空，但是比昨天要好的多了。不能进水了，不能穿水裤了，休息吧。下网的时候注意一点，一定要戴手套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
懂不懂？哎呀，今天比昨天好多了，我靠！看来干多久啊？反正我干几天结束，干个四五天、五六天，差不多吧。刚出来几天，我把钱捞起来啊，把本钱捞起来了。今天49个网，空了20条网，我靠嘞！感谢我成哥啊，准备休息啊，一个星期不能干，收网了，明天对，就等明天了。都等明年了。你在海南吗？你看这个样子也不像在海南呐。海南我去都没去过。南京这边温度很高啊。哦，宇哥你在南京呐？一定要注意安全户外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我今天看到一条这么粗的，从我这个右脚嘛穿过去了。我靠，在那个茭白地里面，我感觉茭白地里面那玩意儿真多。茭白地啊，我感觉茭白地里面那东西是真多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东西。我感觉茭白地里面那玩意儿是挺多的，什么品种啊？就是跟泥巴一样的颜色，跟泥巴颜色一样。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是天亮的时候收网？正常我们是5点多钟起床，天亮的时候收网，因为他妈这边那玩意儿太多了，你没办法，懂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啊，反正挺大的，哎，说大也不大，那小也不小吧，比这个手大拇指粗多了。哎，那玩意儿太恶心了，渗人呢，那个东西。对对对，茭白地。太多了。扬州、泰州这两个地方是最多的。我操！你每天骑摩托车走那个水泥路啊，就走那个农村水泥路啊，我每天都能看到路上就是被车压死2条3条的，每天都能看到。就是乡村道路啊，每天都能看到这个东西。我靠！那玩意不爱动，它不爱动啊，它不爱动。拍断了，那玩意不能拍，但是我今天拍了，但是拍的不明显。但是就看你们能不能找到。不能拍的太清楚啊。反正注意点啊，一定要戴手套啊，一定要戴手套。收网的时候尽量从这下面收啊，收网的时候尽量从那个下面，从下面收，你不要从那个鱼仓这边收，最好是从水里面抄啊，从尾巴抄起来收网，那个是最安全的，知道吧？毒性不大，哎，反正毒性不大，你要注意点呢，对不对？毒性不大，你也得注意啊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。对你自己负责，对啊，对你家人也得负责。对，不要挣点钱，到时候呢把命搭上。珍惜生命，啊。希望妈妈吃点的。哎，那行吧。再往上看看。
这种东西还不大，还行吧，还行。不大的话，你也不能让它，对吧？你也不能让它那个清理一下子。你是不是想看看它单眼皮还双眼皮哦？可以放，可以放，将就可以。